反抗会更惨。我们就是大家手拉手往后排，然后警察不管男的女的，他都一定会打人、扯人、拉人。女生会拉头发、拉包包，男生直接踩在你身上顶你喉结，都不管怎样把你拖走。OK， 我只能说今天警察真的很暴力，麻烦大家请注意各位大家安全，好不好？往后躺，躺在你外面的人身上，躺在你外面的人身上。因为他如果要抬你，他就抓这里，抓这里，然后他脖子底下，大家尽量保护好自己的头部。女生她可能不会把你拖走进去打，可是男生一定会。刚刚有人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头部，现在已经送上救护车了，所以麻烦大家已经尽量保护好自己的头部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唯一的请求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大家看到我身上的沙盆，这是下午2点在立法，下午4点在立法院冲撞的，而且是知识分子。然后我被他们抓伤 ，OK，Anyway 这不管。我刚刚在后门又被警察拖走了，然后他们又一直打我，打至少20次，2次了。可是我现在还站在这，代表我准备好第3次了。3点多好尴尬，要干嘛？你要先把它好，但是你要继续坚持。